林子，你不是说很近吗？这都走了快一个多小时了吧？有这么久吗？快到了，要不你休息一下，我去看一下有没有人在家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跟你一起吧，万一有坏人怎么办？金子，你等等我呀。金子，金子，等一下，我们就这样空着手去吗？没有空着手呀，我带了秤呀。不是啊，不是说你去别人家里不用买东西的吗？哎呦，不用，我们又不是去玩的，我们是去给他这个的。走啦，这次就听我的，不用买礼物，你不要拍了，走呀。那好吧，你等等我呀。到了，到了吗？阿姨好，我叫付强。那个金子说您家养的猪很好，所以我也跟着过来看一下。对，你是见到了吗？你好，猪圈子里底下。你带我去看。走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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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喊你们屋头坐。不用不用不用。还下去吗？这金子啊，你们这儿养猪都是这么养的吗？对呀，农村都这么养的呀。你干嘛呀？我进去看一下猪质量怎么样啊。你别进去，你别进去，别进去。你还懂这个呀？你忘了我也养过猪呀。放心，我们的猪全是喂猫谷，也挺好，又不喂饲料的。那这个猪肉的质量肯定很好，你这几头都卖的吗？阿姨，猪哥，对，我们指定一头。有干嘛不买呀？反正都要买呀。阿姨，你把这几头全部给我打包装起来好不好？打包。不过太多了，还要弄回去处理，处理不完还要养着，我们就先买一头，做完再来买。那到时候多叫一些人过来帮着弄呀，这儿又不远，你每次都要来跑一趟，那太辛苦了。阿姨，你这三只都给我们吧，好不好？他爸爸只给了一头的钱。没事儿，你这三只多少钱？我一共算给你。我买他爸爸只给了一头，富哥。啊？金子，你听我的，一切有我了，你就安安心心的做腊肉就行了。富哥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是你这一次买三只回去，我那炕上也挂不了那么多呀。哦，这样啊，那两头可以挂吧？那就先来两头。好吧，那就两头，我去拿秤过来称。那行。兄弟啊，你自己住的地方怎么搞得这么邋遢呀？一点都不讲究呀。哎，要不喊我哥和我爸过来帮忙吧，我觉得这两只猪我们三个人弄起来有点难度。那行呀，反正我不会弄这个东西。富哥，哎，觉得这猪乖不乖？这个猪乖。富哥，你这是对着我拍呢。那你确实乖呀。那个助理姐姐今天怎么没来？今天她没有来，他已经去开始办理手续了，这样的话两边都不耽误嘛。然后等你的腊肉做好了，手续也差不多办理好了，那样的话你就可以卖了。还有金子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叫我富哥了？你老是叫富哥富哥的，我感觉好生疏呀。那叫什么？叫小富啊？阿富还是老富啊？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，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。金子，金子，快快快跟我走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富哥，怎么了？你先别管怎么了，你赶紧把东西放下，你跟我走就行了。那去哪里啊？那么着急？你不用管，你跟我走就行了，快。啊，哎，我的东西啊。你不用管东西了，你走吧。是有什么事儿了吗？事儿大的去了，赶紧的吧。啊，那我回去换衣服裤子吧。不用换，不用换，就这样走吧。金子，走呀，进去呀。这不是卖衣服的地方吗？你不是说有什么大事儿吗？这就是大事儿呀，走吧，先进去。老板，
那个我们看一下衣服，嗯，这个还有这个都不要，其他的给我打包。啊，富哥。没有，我开玩笑的。金枝你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，喜欢哪件就选哪件嘛。平时要带你来买衣服你总是不愿意，很多关心你的叔叔阿姨都想让我带你来买点衣服，今天好不容易把你带到这儿，你不可能又不买吧。哎呀别嗯呐嗯呐，快看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适合的，我给你选吧，要不这件试一下啊。可以啊，试一下，试一下，啊、快试一下，试一下，来来来，去试一下，啊！那我去试一下。你去试一下啊！哥，啊！一定是特别的缘分。哇！好瘦哦，穿二点好看，给我抱起哇！帅哥，帅哥，啊！对，金子，你穿这个真漂亮，就买这个。老板，你这个好巧，我刚刚跟你耍了小刀的，起来随便穿吧。能不要？好贵了。老板，就这一套。好，富哥。啊？怎么了？要不还是算了吧，太贵了。不贵呀、啊，你穿着真好看啊，你相信我。那你等我一下，老板，你这个能不能便宜点？不到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英子，你先别说话，富哥。啊。老板，我真心诚心想买，要不要罗百块钱？没事儿，金子，不贵的。一点也不能少了。金子，真不贵。富哥，你等我一下。啊、老板，谢谢。老板，包起来。好，那个富哥、啊，我不想买了。这个我不太喜欢，不太适合我。适合呀，穿起来很好看、啊。那个富哥，我们去其他地方看看吧。啊、走吧。啊。金子、啊，我肚子有点不舒服。怎么了呀？吃坏肚子了吗？不知道。那啥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找个厕所。好吧。你在这儿等我哈、啊。金子、啊，富哥，你没事吧？哎、我没事儿。那个，我刚刚去买了我们彝族的汉堡，吃吧。彝族的汉堡、啊，就这么吃吗？对呀、啊。你专门去给我买的呀？对呀、啊。那个金子，我给你一个东西。什么东西、啊？来，拿着。啥呀？你看吧。富哥，你怎么买了呀？这衣服很贵的，我拿去退了吧。退不了了，我把那个牌子都剪了。金子、啊，我知道你也喜欢，只是你觉得它贵，但是我觉得只要你喜欢就不贵。你穿起来很漂亮，我呢也想让你开心一点嘛。谢谢你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请你吃饭吧。行呀，那走呗。走吧，走。嗯，金子啊，那我随便点喽。那个老板，给我来一份那个清蒸鲈鱼，来一个那个香辣蟹，再来一个糖醋排骨。不好意思，帅哥，我们这里没得。啊，富哥啊。这里只有豆花饭那些。豆花饭是吧？对。那也行呀、啊，那来来两份豆花饭吧。那个老板再来半斤那个卤肉吧。好的。还加半斤卤肉呀？其实富哥、啊，我对吃的这个东西，对物质上没有什么追求，只要吃饱穿暖，家人身体健康，还有这里有牵挂的人就已经很好了。我们深情的对望，我们故事还长，有你就是远方。